头先收到 friend 子嘅 message 问，除咗 EV 屋苑充电仪，边度电动车都充电仪？我唔使一分钟就答到佢最近边个停车场有得充电。点解我咁醒？因为我 download 咗 EV 充电仪手机 app。环保署啱啱推出咗全新 EV 充电仪手机 app， 可以睇政府停车场嘅电动车充电器实时情况，包括充电器数量、上余充电器数量、充电器类型以及其他相关资讯。我哋迟啲仲会拓展至其他公司型公共停车场添。我哋依家一齐睇下个 app 有几易用同实用啦。EV 充电仪手机 app 可以透过地图睇到政府公共停车场嘅电动车充电位实时情况。绿色代表上有充电器，仲可以睇到上余充电器数量添。入边亦有停车场地址同开放时间。红色代表该处充电器都被使用中，经常会去某几个停车场。你可以将佢哋加入我的最爱，揿入至车位数量就一目了然。仲可以用地区搜寻你想移去嘅停车场，更加方便快捷。电动车喺香港越嚟越普及啦，例如2022年首季新登记私家车之中，大致每两部就有一部电动车啦。不过提提你，如果可以嘅话，尽量使用自己屋苑或者办公大楼嘅充电器，呢啲公众充电器就尽量留俾更有需要嘅人啦。有需要嘅车主去 App Store、Google Play 或者 App Gallery 下载 EV 充电仪手机 App 啦。